好，这么美丽大方自信的六个妆容展示已经全部完成了，来，什么感觉？凌云，我觉得特别吸睛的就是左儿化的妆，就是整个女团一出来我就能看到她这个女生，哇，好特别，她的妆容也很特别，就是非常的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但是我说实话，雨儿，就是比如说她们分别是各自单独的 okay, 对，我刚想说眼前一亮，哇，那她赢了，但关键她们是个团体。我觉得女团最在意是什么？是 teamwork， 平衡，一个团队协作能力，就是整体要看上去是非常和谐的。比如说，当我拎出来这个眼影，蓝的蓝，粉的粉，然后这个钻，桃心的桃心，圆的圆，然后雀斑妆的雀斑妆，还来个截段眼，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画各自想要画的东西，都想要让自己的成员发挥他们最大的美。如果一个团你每个人都争奇斗艳，就觉得我要当那个第一，一出来就吸引人，那这团差不多就散了，是吧，杜老师？就是我反正就是说从团的那个感觉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它是比较四分五裂的。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审题。对，我希望他们这一次表演的话是有记忆度的。首先的话，我希望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的概念，而且像龙运竹啊，像李思阳啊，完全不是在这个团里面的那种概念。就思阳的那个钻呢，还有点多，对，就是腿上有钻，肚子上有钻，脸上有钻，头上有钻，太抢了，确实是遭别人记恨。记恨，撕你的假睫毛，撕你的双眼皮贴。因为你在一个团里面的话，就是说你的造型太突出了，它没有团魂和团感，大众的话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后宫钻，有点小心思在里面。给我感觉我期待的是啥，出来以后整个女团的妆容它是统一，有一点点是统一性的，哪怕有一点是统一都行。那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我们今天团有没有一个主题，或者我们大概一个方向，比如说蝴蝶结或钻，有人提过这一点吗？茄子老师，开始的时候稍微提过一嘴，然后有跟老师们建议过我们要不要商量统一一下，然后但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师，可能就是有一种默契在，我们从服装从他们的发型上面也可以体会到就是这个女团的主题是什么样子的，那就看我们的默契到底有多么的深厚了吧。赌一下默契，这个默契全靠猜。茄子有跟我们提过，如果要统一性，但是我当时就非常的害怕，给我来成甜妹，全部都变成甜妹，所以我就拒绝了他的请求，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赛性质，如果说是团体战的话，我绝对会第一个打头，直接的聚集大家一起说。我其实有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又觉得这是一个比赛，然后我还不是 team leader， 我凭什么要去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在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也是要尊重个人选手的一个心情吧，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点私心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也可能会希望就是完成自己的作品能让别人看到多一点。我觉得女团妆就是大家团这个字上面好像都没有用心，都是在女这个字上用心了的感觉。你当然比赛是很重要，但你要先把主题放在第一才是比赛，不是一个整体了就更加无法去评价了。哇，那好难画呀，要怎么就是既有团魂然后它又要不一样，这好难控制。还好我没有选女团。
其实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左儿才是里面最好的。是，我觉得他才是最好的。你不做记忆点，你为什么要做女团妆呢？只把一个女孩画好看。大家就是说左儿，她画得太张扬了。但是我是持反面意见的，在女团里面，你就是需要就是把别人的眼球抓住啊。如果你的这个造型都没有记忆点，如果你的歌也没有记忆点，那真的谁看这个东西啊，对吧？我的想法可能从不是职业人的角度，我就是一个普通观众，我的角度就是谁出来让我记得住，我就觉得他的妆是成功的。那你记住了谁？二号的、三号的和六号的，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妆，确实是他们出来我就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说，哦，是这三个女孩，她们转转转在里边就跟打麻将一样，搓牌转圈一样，我依然能分得清啊，这仨女的在哪儿呢？就我觉得这件事儿对我一个第一次认识这个团的观众来讲很重要，就是他们是吸引我眼光的一个磁铁，让我愿意在他们这个团身上驻留几秒钟。我觉得这个妆它就是成功的，对于我来讲。至于符不符合团魂，那是他的经营者们要想的事情，不是我作为观众要想的事情。话题好沉重。冬天老师，我怎么觉得他们把这话题做得好沉重？中间这个五位美女们啊，他们谈论的是女团的这个一个整体的概念出发的啊，但是毕竟我们这是手艺人大赛，因为我们还看的是技术上的东西比较多。从有特点上来说呢，那爱成的化妆是有特点的，特别是在镜头上放大了以后，它有记忆点，它并没有把模特的眼睛做成那种很大很圆贴双眼皮那种，它反而是保留了它原来的这个特色，加了这个雀斑之后，并且加了发饰，在这个舞台上一眼能记住这个人。那郝平静的那个呢，我觉得这个模特哈，他刚才进景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模特刘雯啊，就有点这个意思啊。郝平静把他内眼角的这部分画得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他是用那一个紫调的画了一个像那开眼角似的这么一个做法啊，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雨琦，我是觉得啊，最后这位妹妹的妆，茄子老师，我给你看一下，她学女团妆的时候我都吓到了，因为茄子老师是我赛道我的这个考核间的，就是她是画电影 cos 妆容的，所以当她会选择女团赛道的时候，我就有被吓到。其他的人就是用了很多的修饰，其实她的妆其实颜色比较的简单，但是很抓人，因为她的眼睛会传神，这个把眼部修得非常的到位，就是你的目的达到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睫毛贴的还是真的不错？好，女团妆赛道的展示已经全部完成了，本轮只可选择三个你喜欢的手艺人作品进行投票，排名靠后的三位就将离开我们的舞台。很难选，五号很好看，模特们身上都有着他们作品的编号，对应的就是手艺人，请投票。害怕大家会不喜欢我这个风格，就是很担心，真的确实很紧张，我淘汰感言都写好了。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五位美丽发起人他们是如何给出决定的，请揭晓。